大家好，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，看肉肉啦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想要来帮这三盆多肉换盆。那先给你们看一下这颗就是我很喜欢的蜜桃烈护座。那这一颗呢，跟我上次买的这一颗蜜桃烈护座，你看差多少。这是我在同一个地方买的，但是老板说他是跟不同人拿的，所以长得不一样。那你们看这两盆到底哪里不一样？一个是你看看它这个叶片这么长，然后呢红边边没有那么明显。那这颗呢，这盆呢，它的红边边比较明显，而且叶片空的超短的。我就问老板为什么会这样，他说环境不同就造就不同的猎户座。所以如果你要买的时候，你当然是要挑这一种来买啦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有时候买多肉不要着急，不要看到就直接买。我当初就是太急了，所以先买了这颗。如果我知道可以买到这一颗，那我就不会买这颗，因为这一颗要控养很久啊。你要把周边这个长的叶片控短是不可能，要等它自然消耗。然后里面看新长出来的也是可以控养啦，但是要控养成这种状态我觉得好难哦。这一颗的形状比较漂亮，比较符合漂亮的猎户座。像如果你可以买到这种回来稍微控养一下，就会变美了啊。但是买了又有什么办法，只好就养下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本来我好喜欢这颗蜜桃烈护座，但人心是会变的，这一颗现在变成我最喜欢它了。因为你看它叶片真的很美呀、啊，只是它现在上面这些白斑，这个都是药渍啊。你看他们用药用的有多么重啊。等一下就来帮它翻盆，那这一颗就是好持续控养咯。那再来给你们看看这颗紫罗兰女王。我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双头的，所以想说买回来控养看看。给你们看看我之前买的单头的，噔噔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之前买的单头的，现在才控养一阵子，一个多月吧，你看它变得那么漂亮。有控养的，没有控养的，你看落差是不是很大？这是有晒太阳的，这个是没有晒太阳的。如果对于新手，他可能分不出来。所以养多肉嘛，要有耐心，它才会变漂亮。虽然这样它还不是很美啦。那你们看看它这中间新长出来的叶子，这种形状，这种颜色好像有点变异，好像出景了。我之前养的它中间就都不会变这样。反正没关系吧，就继续观察下去。这颗叶层挺多的，但是因为我颗粒用比较重，所以它没有持续长大。目前颜色就是晒太阳晒多了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还挺好看的。那希望我也把这颗控养好，也希望它变漂亮，所以要翻盆换戒指咯，动手咯。先来帮这个猎户座脱土。
哦，这里还有一颗叶片，长小芽。像这个呢，就直接把它剪掉。然后就把它消毒一下，后来就换这个紫罗兰。像这些都是小须根，所以都把它剪掉就好。消毒。再来就是换这个月光女神。它这个土换的比较多，哇，怎么一按就断掉了？怎么这么脆弱？再来这个也是一样，把根直接修掉就好了。好了，就放下去消毒。好了，晾晒好了这个根。就是修成这样，那直接种下去了。像这个我大概用50%-60%的颗粒配土，那因为这个在修的时候不小心就掉下来，但是也顺便给它种在旁边。过来，这个应该是月光女神呐、啊，那不管，反正就种下去就对了。那因为它掉了很多叶子，所以我全部都给它拔掉了。啊，那这个它这个叶子，你看，就不知不觉它就是会断这两个，因为等过一阵子再让它自己掉好了。根也是修成这样。那就直接种下去了。再来这个，就来种这个双头的这个紫罗兰女王，那也是一样，直接种在这里。再来上铺面，这个就好了。
好了，好了，这样子通通弄好了，铺面也弄好了，看起来多肉是不是闪闪发亮啊？等再空养一阵子会更美哦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、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